妈，哎，阿玲看厝看得安怎？我过卖去看五六间啊，结果咧，无一间伊介意。唔是我无介意啦，真正是台湾吼，遐起厝卖厝的吼，大别墅敢那土匪咧，迄一间厝吼，卡袂着都几啊千万，迄是啥买得起哈？迄真正应该叫遐检察官吼，把遮个奸商吼拢甲连关关起来。妈，阿辉弟也无着急啦，慢慢找就好啊啦。嗯，有嘿啦，志辉啊。啊！你唔是陪幼苗去病院？啊！医生安怎讲啊？医生讲哦，伊的病控制了真好啦，继续追踪就好啊。阿金妹，你敢知影我伫病院拄到啥？是不是阮姐？唔是啊，我拄到刘彩萱，伊要提囡仔。啥？伊要提囡仔？啊！当然嘛，要甲囡仔提掉。啊，一个早人结婚了吼，巴肚膨起来，才知影讲囡仔不是因人的，敢唔免提掉？虽然我无介意彩萱，但不过伊巴肚内底的囡仔，若真正是歹人的，我也是替伊感觉真可怜。彩萱本来就是一个真乐观、嘛真好的查某囡仔，拢是因为我，伊才变甲安尼。建文，莫安尼责备你家己啦。啊，每一个人哦，拢有伊的缘分，也够运气啊。拄到好的代志，都是有福气。啊，拄着歹代志，就当作是磨练啦。人生就是一挂磨练，才起起落落，才精彩啊。虽然讲我找讲吼，要换一间较大间的厝啦，也唔讲吼，咱规家口啊，若用个大租会吼，迄唔管厝大细间啦，只要用个大租会欢喜安尼就好啊啦。亲像我今仔日吼去老家吼，看到伊迄一间厝哈大间着，啊结果住伫内底人哦，一点啊快乐，一点啊温暖都无，啊有遐大间的厝是要创无效啊。对啦，啊你今仔去老家，够看到阮姐啊？当然嘛有。啊、哦！大爷规身躯哦，拢袂顶袂动，而且哦，佮安尼哦，乌青结花哦，真正有可怜呢。一定是蔡优在做。对啊，就是伊拍的啊！啊，伊讲硬是这，讲唔是伊呢，佮责任哦，扫迄个砍粉呢，迄真正有够可恶哦。阮哥咱真哩过分啊！人家计丈人拢已经中风啊，佮唔肯放伊煞。啊，咱佮派人去破坏尤兰姐的时阵，害尤兰姐损失有够多啊。都唔知虾米时阵才肯放手。哦，伊真正惊唔知路啊呢！迄白桥人是大指头啊，竟然敢去掠伊，安尼好啦，让迄个大指头啊好好啊甲教示一下，看伊会食敢无啦。即马蔡优弟的资源也够细了，甲有人气会当讲是平水啊，真正亮起来，谁会食亏也唔知影。建文，蔡优弟即马变到安尼，来恁这个处境，唔得注意些咩？是啊。所以咱一定要赶紧想办法，把这个救出来。讲甲简单着，即摆老店长哦，身躯边不管是拢一挂细汉弟弟咧，啊，你要去救伊，够有遐简单？妈，何丽丽甲秀清即摆是毋是住伫老家？对啊，安怎？哪里都有办法啦，咱会用个去拜托何丽丽，福建门去看老邓的。吼，但何丽丽迄个人哦，无好处，伊哪有法度甲恁斗相共啊？阿妈。其实何丽丽并无你想的很现实啦。之前我会当你去老家看阮姐啊，嘛是因为何丽丽甲阮斗三工才有法度的。无好啊，恁过去找伊试看卖啊。建文，虽然即卖何丽丽答应要甲咱斗三工，也毋过蔡玉蝶即卖见甲神经管，你爱一个人去叫伊当来，敢有危险？就算讲更加危险。为着这个安全，我嘛是爱变看卖。我带你做伙变。阿兄，金明啊，歹势，我现在不应该伫个代志还袂查清楚进程，我就怀疑你。我应该相信咱两个人这么正义的兄弟阿姊。我也不应该干那听大小姐甲蔡优蝶的话，去怀疑你对大爷的死忠。无要紧啊，我了解。你有想清楚就好，请你原谅我，我已经对你起个动手。我知道你也是为着要保护姐啊，我袂怪你。阿兄，现在你阁悠闲愿意回头等来相信建文？我拄则等去厝诶，想要等去看大诶。啊，不过厝内底毋是真侪蔡玉蝶下手人咧管。我本来是暗算，因若是敢搞我斗。我就要跟他拼命，我这拄仔好，去拄到老馆长，跟安平老大，安平老大爱我陪伊耍，
找有地做，也唔敢对我安怎。那你即马即个情形安怎？大即马看开，就无真实。而且，伊身躯阁有伤，我怀疑是蔡有地做的。也唔过，硬要讲是康复做的，甚至阁无赖，迄、那个康复是你派去。蔡有地这个事啦，敢做唔敢承认？伊竟然敢来伤害一个，我绝对袂放手。所以咱紧甲大家救出来，安尼咱做伙去，一定要甲这个救出来。